天花板级别的电脑应该如何解决它的散热？大家好，我是大龙。今天呢，我们用海盗船 7000X 这个全塔机箱来给大家打造一台水冷电脑。那为了这台水冷电脑呢，我们特意定做了两块 BRO 的水道板和两个420的空调冷排，10把联力的积木风扇加汉堡，4个 BP 的水箱和一个进口的水泵，来打造这台旗舰级的水冷电脑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动手安装吧。
Thank you.